无题，李商隐。重围身下莫愁堂，卧后清宵细细长。神女生涯原是梦，小姑居处本无郎。风波不信灵芝弱，月露谁教桂叶香。直到相思了无意，为防惆怅是轻狂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幽寂的厅堂中，层层帷幕深垂，独卧床上追思前世，倍感静夜的漫长。巫山神女艳遇楚王，原来只是梦一场。清溪小姑住处，本就独处无郎。风波不信灵芝柔弱，偏要摧残。像那具有芬芳美质的桂叶，却无月露滋润使之飘香。即使相思全无好处，但这种惆怅之心也好算是痴情了。再读一遍，无题其二。重围身下莫愁堂，卧后清宵细细长。神女生涯原是梦，小姑居处本无郎。风波不信灵芝弱，月露谁教桂叶香。直到相思了无意，为防惆怅是轻狂。